李爱国，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中外美术比较这个鞍马的部分。下面呢，我们开始讲鞍马的第一讲。这个鞍马画呢，你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我们要学习鞍马画啊，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呢，在那个中国的唐代，绘画呢是分六科，六科呢除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山水、人物、花竹，它不叫花鸟，但是跟我们花鸟差不多，还有三科呢，它们分别是这个佛教人物，主要是壁画啊，第二一个呢就是鞍马，第三一个呢就是物语。物语的部分呢，现在已经从那个艺术的学科的部分分到工科里面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建筑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啊？就是在唐代的时候有着那个把鞍马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科，就是因为唐代的这个它的国运啊，它的这种马，那么在那个唐代取得天下和统治天下，包括它的政治、经济啊，甚至包括文化、体育等等的，这个鞍马呢起着那个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外的艺术家啊，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啊，在唐代以后或者是一直到现在啊，那个仍然有许多啊欧洲人称之为马，我们是叫鞍马，仍然比较关注啊，就是因为那个它第一，马呢它有一个那个热烈奔放的啊这样的一种那个特质。同时呢，就是鞍马它是我们学习动物画啊入门的一个钥匙。如果要是把那个马的结构基本上给解决了以后，很快的呢，骆驼、狮子、虎、象啊，甚至是其他一些小动物，我们学习起来呢就会变得这个非常的容易。这个第三一个呢，就是鞍马画，它的学习那么会大大的丰富我们作为创作人物画的背景啊，使我们人物画的背景的这个表现余地一下子啊就是大大的增强了。那么那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学习鞍马，它会有利于我们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啊。比如说，那许多著名的鞍马画家，实际上呢啊都是一流的大师。这个呢，中国的绘画史呢，就是不同的时代，这个马的这个造型，实际上呢，从一个侧面就反映了这个时代这个艺术最基本的面貌。比如说，在那个汉代，从那个汉代的马的造型，体现出浪漫。想象，唐代的造型呢，它就比较原始，比较圆，比较厚实，魏晋时代的啊，那么跟同时代的人物画，它的特征是一样的，就是表现出那种魏晋风骨，比较清瘦，而且呢，比较富有骨感。到了那个元代啊，这个鞍马呢，就是显示出来它的一种写实。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那个你在研究马的绘画，实际上就把这一个时代从一个侧面它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美术特征，那么我们就掌握了。比如说我们在中国，那么我们现在的马主要是分为蒙古马、三河马，另外一个那个新疆的比如说伊犁马，还有那个这个藏区的马，还有一些云贵马。在鞍马的这种那个研究上呢，我自己呢啊，更侧重于蒙古马。那么我下面呢，就是通过对于蒙古马的这种特殊的啊特性，简单的做个介绍。啊，这个蒙古马呢，就说这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马种之一啊，最优秀的马种之一。你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领导人啊出访中亚的时候啊，经常接受一些国礼，就是汗血宝马。那么汗血宝马呢，在中国的唐代最高的记录的时候，能够达到上万匹。啊，但是为什么到了宋代以后，汗血宝马很快的就没有了，或者用我们一句话叫做失传了？什么原因？啊，因为那个从存在，那么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合理的因素。汗血宝马的失传呢，恰恰是由于汗血宝马呢，一方面它有着这种那个非常过人的啊这种优点，马的个头非常大，而且那个爆发力强，漂亮。
但是那个这个汗血宝马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这个致命的弱点呢，就是说它对草料的要求精度比较高，而且对于气候的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个除了这个以外，它的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就是说它的那个耐力不足。那么剩下来的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蒙古马能够剩下来了？就是蒙古马呢，我们在那个全世界的优秀的马种当中，蒙古马是之一，啊，所以那个就是我那个为什么喜欢蒙古马？除了蒙古马呢，就我认为它是那个能够吃苦耐劳，在世界上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啊，那么它就能生存。而且那个蒙古马呢，我就觉得实际上它就非常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有着一种独特的啊这种精神。比如说蒙古马，它有着其他的马种啊，就是世界上任何马种都不具备的，就是说它在那个单一的项目上，比如说在那个速度跑啊，或者是那个纵挽马，就是拉那个棕东西，那么农耕啊，还有运输等等的啊，在所有的单科方面，实际上它都排不到前面。但是呢，世界上没有一种马呢，像蒙古马这样的同时兼具所有马的特性，所以说蒙古马呢能够军用，能够耕地民用，甚至能够作为体育的项目娱乐。蒙古马呢，其中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耐力和那个对于环境的这种那个适应能力，它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存，啊，比如说成吉思汗的时候，那么一直到那个遥远的俄罗斯冰天雪地里，他们仍然能够繁衍后代，在热带地区啊，他们也就很快的啊，阿拉伯仍然能够适应，特别是元代啊，作为那个能够那个在世界上啊享有盛誉的马种，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持续力，蒙古马的这个持续力呢，以平均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啊，它的耐力是惊人的。它的耐力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看过《狼图腾》的小说的话，啊，那么就是蒙古马的耐，它的老师实际上呢是草原的狼。这个蒙古马呢，就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其他的马种不具备的，比如说当那个一个好的骑手啊，上千匹羊，啊，上千只羊。当那个骑手呢，就说得追第一只羊的时候，那么一下子这只羊群迅速的，啊，就是头一低，然后随着羊群的一运动以后，啊，就找不到这只羊了，需要抓的这只羊找不到了。但是一个好的蒙古马呢，它会自动的跟踪目标，啊，相当于我们现在雷达一样，啊，所以说当那个这个人已经看不到哪只羊的时候，这个马呢始终会锁定这个目标，一直追着这个羊，一直到骑手把这个羊给套住为止。他的那个另外一个特点呢，比如说当那个骑手啊，他那个因为喝醉酒或者受了伤，那么在任何啊这个极端的情况下，只要他骑手能够跨上，就能够那个爬上马鞍子，一个有经验的蒙古马就会自动的啊把他给拖回家，或者是使他的生命啊这个人家得到延续啊。那个这些特征呢，就都是其他的马种那么所不具备的。就是我们在研究蒙古文化的时候，实际上蒙古文化的两个最核心的精髓啊，一个是蒙古长调啊，一个是蒙古马。因为蒙古马呢，它成了一个活化石啊。下面那个前面的一些图片呢，就是我那个就是我自己啊对于蒙古马的实践的部分。这是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啊，小骑手啊。那个这幅作品呢，在2010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啊，这是我和蒙古马结下的第一次情缘。从这以后呢，就说那马几十年来一直作为我研究的一个目标。这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个辅导的老师是徐勇老师。我至今呢，其实我对于马的这种结缘，如果要没有徐勇老师的话，可能不一定这样关注马。这是那个在军事博物馆啊，这个古代战争绘画馆的定价啊，柴荣，在那个呢这一幅表现马的时候，就我完全采用了一种那个中国传统的卷轴画的表现方式，而且在那个技法的使用上啊，使用了日本画家加山由照的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它跟我们传统的工笔的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说它并不是简单的把我们白色的马的部分留出来，或者是染上白粉，而是说的在马的实际上和人啊，实际上周围和山水的地方，大量的地方全染上了白粉，
而且染上白粉以后呢，逐渐逐渐的在收缩轮廓，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它不会产生一种那个使图形这种非常孤立啊，非常孤立，而会产生一种整体感相互之间的这种融合的感觉。这是那个在2004年去草原的时候经历了一次白毛峰，这一次呢差点有一只耳朵差点没有动掉。那么我回来呢就是那个画的啊，画的这张画题目啊就叫白毛峰。白毛峰一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几百匹几百匹的马啊都被冻死啊，我这一次呢就是把这种感觉画出来。这是那个在11届全国美展上啊，这个优秀作品，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的这个每一个出现的马，实际上呢，啊，这都可以用独特性。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面的这匹黑马，其中有白的部分，这个白的部分呢，是我们在那个如果没有去草原，我们绝对想象不到的。这种白色的图形和它的尾巴的部分，然后怎么样的搭接，又逐渐的变成灰色，到了尾巴的下面部分又变成了黑色。啊，所以说呢，这个生活实际上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这一幅呢是那个表现那种雪天的，用比较现代派的手法，正好是对称。那么那个现代派的手法呢，它主要是这种在构图上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啊，比如说黄金分隔率啊，一些传统的构图正好相反。那么现代的构图呢，就是走传统构图的禁忌，所以说要画成现代的感觉，首先要了解传统。所以我这个画面呢正好是左右对称啊，中间二分之一，一左一右，然后画面一黑一白啊，就是似乎有一种那种阴阳鱼的那种感觉。实际上我在画的时候也受到了那种道家的那个图形阴阳鱼的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最后呢在画面的总量上啊，它的面积是一样的啊，取得一种黑白的这种平衡。像那个前面的帽子呢，就是像这种的，实际上那个即使是-35度的极其严寒的天气，实际上达到这种那个冰瘤子或者是雪达到这种，我在草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为了增加这种那个典型性，实际上我这个帽子的冰的那种表现的方法是借助于爱斯基摩啊，北极通常达到这种的时候应该在-40-50度的时候啊，才会出现。就我自己一般的感兴趣的话呢，一个同样的一个构图，但是会画两张。第二张的时候，我会在颜色上这个完全不一样，啊，你知道，因为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你复制一张画，跟重新画另外一个色调的画，实际上呢，时间是差不多啊，但是呢，只有劳动量，但是没有那个思考。但是当你把色调一变以后，使你第一次。啊，在脑子当中残余的所有的对于颜色的东西必须全部作废，然后重新走一个颜色的感觉，通过这样的话呢，获得一次那个全新的锻炼的机会。那么所谓的能力呢，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锻炼出来的。这个画叫雪龙，这个上面的蒙古马呢，是我在那个整个的内蒙古草原大概只有一个旗，而这个旗呢大概只有3群到4群啊，就是每一群呢大概有那个100到200多匹不等，啊，所以说整个内蒙古草原这种纯种的黑马，即使生活在内蒙的人，一般，他们绝大多数也不知道。那么我从一个那个和一个朋友闲聊的当中，我听到了以后，后来请朋友就终于找到了他们。这是一个那个在那个几十年以前从俄罗斯引进的品种和蒙古马杂交，杂交了以后呢，出现了一种就是全黑的。啊，整个的就全是黑的。我是第一个发现并把它搬到画面上。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都应该使用他自己独有的素材，而这个素材呢是别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可能有的那个观众会那个注意到啊，就是在骑手的后面这匹马的霜比别的霜要多，为什么？因为确实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相当于我们走在中关村，当一个人扛着一个麻袋。啊，上面几十斤的东西和另外一个女士挎着坤包踩着高跟鞋，他们所散发的热量是不一样的。由于那个这匹马呢是负重载着一个人，而在冬天的时候，这个蒙古马呢，那么通常来讲，骑手呢大概是骑个3天到5天啊，就会重新把这个马呢放回到马群当中，因为它这种体力消耗会过大。但是如果要在夏天的话，一个骑手就是每天骑着这匹马的话，大概一匹马可以骑1个月
然后你再把它放到马群里，使得休养生息，恢复体力。下面呢，就是我们那个开始啊，正式开始那个这个鞍马的内容。中国古代啊，这个有一幅绘画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唐代的绘画《传韩干》，但是这一幅呢，这一幅哎，我感觉啊，可能那个韩干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画，它的人物造型和马都非常好。在那个东晋时期呢，有一个叫资顿的和尚，那么就说的那个寺庙里呢，生活主要是靠供养人，其中有一个供养人给了这个寺庙呢捐助了两件礼物，这两件礼物都是非常贵重，一件是50两黄金，一个包括皮儿里面包的50两黄金，还有一个呢是一匹马。资顿呢没有过多的思考，马上呢就是把这50两黄金转送给人了，他说得把这匹马留下啊。那么那个资顿的朋友呢，于是呢好心的朋友就劝资顿，他说你这样的选择是不对的，因为那个钱你留下以后，如果要存到银行或者存在理财啊，肯定当时还没有理财，有理财也不叫这个名字，那么他会那个利滚利。但是那个资顿的和尚呢啊，就是他不是凡人，虽然这个朋友告诫他说你留下马，它是个消耗品，你每天你还得雇人刷洗印溜，还得给他草料。但是呢这个时候资顿呢啊，这个微微一笑，说了一句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那个核心的话，贫道爱其神俊之性耳。什么叫贫道爱其神俊之性耳呢？就是那个我喜欢这匹马的精神。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说明了中国绘画的核心问题，反映一个人的精神，对于精神的刻画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境界。所以这个境界的确立以后，中国的造型啊，中国的这种表现的方式啊，那么都出现了一个与世界任何画中与众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资顿和尚这个人物造型非常好啊，这个非常好，特别有一种那个这个特殊的这种那个味道啊，这种味道呢就是说的是那种艺术家他的这种个性时代感所体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非常可贵的啊。就是中国绘画实际上呢是处于写实和抽象之间，写实和抽象之间，就是说它既不抽象，但是也不是完全像照片那样的画。那么那个中国画呢注重于这种对于精神的这种追逐啊，或者是把它作为那个画的最高的境界，但是呢它又不失为最基本的逼真啊。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就是那个不失其为最基本的逼真。我们再继续啊，在那个看这个资顿和尚的造型，头很大，非常饱满，在想象当中，在电脑上我们拿着那个红外线灯，或者是我们在硫酸纸上把这个轮廓作为一个外轮廓描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厚实，这个具有一定厚度的并且具有一定重量的轮廓。这个轮廓呢就是它的圆度啊，它的圆度就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种那个比较好的轮廓线都是向外鼓起的。我们再细看呢，就是觉得似乎这个人呢跟真实的人不一样，他的手扁扁的，非常长，尤其是这个脚。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家把这个脚处理成这样，特别是在希腊平画上关于脚跟的处理，脚跟的处理呢把脚跟整个的给它削掉，削掉以后呢沿着一条那个很轻松的弧线一直延伸到脚底。第二一个呢就是把脚背的高度呢给它降低啊，因为这种处理呢会大大的增强人物的美感，而且呢会使人物呢同时又显得灵活啊，显得灵活。这个马的表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马很矫健，但是似乎在造型上呢就是和我们这个不太一样的理解，就是这个第一马头特别小，马头特别小。第二一个呢，这个马的这个躯干，特别是肚子那块前胸那部分啊，就一直向后捋的话，我们会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倒三角，就是前面小后面大。大家就知道，那么就是说当一个人也好动物也好，如果要肚子特别大的时候，这匹马是跑不起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个五代的时候把马处理得这样，典型的唐代的造型，因为唐代的造型呢它是以那个肥
胖啊作为美的一种啊这种最高的准则。所以在马的它的那个处理上啊这个也是一样的。甚至那个就我们会看到那个唐代的艺术家处理许多马的时候，比如说马在侧面的时候，完全侧面的时候，它的这个身长和它的这个身高如果是一个正方形的话，通常来讲马的肚子已经占到二分之一，甚至有的大于二分之一。这在实际生活当中呢，实际上这个马啊根本就跑不起来，但是在艺术家的处理上，就是因为只有画到这样的话，它才会符合这个时代的美感。头为什么处理的小？只有头小了以后，才会使得马的躯干啊，它那个显得比较硕大。徐悲鸿啊，徐悲鸿先生呢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啊这种画马的大家。如果把徐悲鸿的那个《愚公移山》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作品啊，即使都隐去不记的话，徐悲鸿先生仅仅凭着他的大写一马，他也能够载入史册。那么那个徐悲鸿先生呢就说的不单是一个画马的高手，而且呢他对那个中国的这个美术理论啊有着那个极其重要的贡献。比如说的那个他谈到啊近精微自广大啊这句话呢就说的那个实际上呢是我们那个学习绘画的啊一个那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同时他说到古之加法守之，垂绝者记之啊不加者改之，这个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用者容之，啊，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古人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留下；啊，马上要断代的东西，我们把它继承下来。那么那个这个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去掉，把糟粕去掉，表现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因为传统，啊，实际上呢，啊，并不是说的它永远是尽善尽美，已经到达顶点。如果到达顶点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发展了。所以这样的话它未足者增之，我们今天的人应该给它补充下来。西方绘画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应该学，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许多工笔画包括油画，实际上就是把西方绘画的素描，西方绘画对于严谨的这种造型透视解剖我们学到了以后，然后丰富了中国画啊，丰富了中国画原有的这种表现。这个九方高相马啊，我认为呢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代表作，啊，因为在这幅画里，中国画那个中国水墨人物画，包括动物画，所那个最突出的特征，那种简阔啊，这种那个醒目、视觉冲击力啊，基本上全显示出来了。画面用色非常简单，啊，只是赭石、花青。然后呢啊就是那个几种墨色。这个九方高相马大家比较熟悉，那么我在这里呢就说的着重补充的就是那个当皇帝出来看到那个相的马以后啊，原来说的是一个黄色的马，但是呢他一看是个黑色的马，原来比如说说的是匹母马，但是一看呢是公马，于是呢对那个伯乐呢啊觉得这个人连那个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连那个颜色都分不出来啊，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人挺没准的啊。但是那个这个伯乐呢啊，他相马啊与众不同的就在这一点，注重马的精神。这个后人陈简斋啊说了句名言：一足不求颜色似，身前相马九方高啊。做个简单的解释，一足不求颜色似呢，就是说你只要把那个意味或者是精神境界追求到了，颜色像不像啊无所谓啊，颜色像不像无所谓。所以我们马上就能回想起我们中国的山水画，有许多比如说秋天啊表现的秋天，但是我们看不到黄色和红色的叶子，而我们看到呢就是一片墨色啊，因为那个中国人呢从来不把这种颜色的这种那个近视作为他的最高境界。身前相马九方高，就是度物象而取其真，超过了物象的一些表面的一些东西，直接取它的一些精神的东西。徐悲鸿先生呢，那么在那个九方高，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中间的位置，这一匹大的黑马，我们一看呢，这匹马太精神了，跟那个周围的马，啊，个儿也都比它小，尾巴那种摆动起来啊，就是一看就是一匹那个好马，啊。这个，而且呢，马头高高的扬起，那么牵马的人。啊，他的头是低下来的，正好一抑一扬，啊，
这个画面呢，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些那个给墨并不多，可以说叫惜墨如金，但是那个墨啊，整个的画面把这匹黑马墨量给足了。这个画呢，就说的是一个典型的用中国的语言，那么表现中国传统的题材，最后呢具有中国精神的这个画面。所以说那个越是好的绘画，它那个画面呢，那么那个越是这种简约啊。简约不等于简单啊，简约是深入高层次的一种表现啊，只有首先做到深入了以后，达到一定的深度以后啊，才能达到简约。那今天呢，就是我们那个鞍马的第一讲啊，你看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节课我们再那个继续，谢谢。